再来交托上帝的经纶，咱三个来体验伫诗篇第八二十三篇，也就是咱经纶第八篇。经纶第八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新的血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在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上帝将咱所启的耶话，即时咱来看圣经，咱来翻开上帝的话，来看上帝的话，第一类是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。到十四节，我来读。毋是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完全独独进行。看未通得到耶稣基督话，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，我无掠家己最已经得到，独独全部一项，就是未记得后面的事。记忆头前的事，按所差表来走，得到上帝的基督耶稣对顶面吊我的想，我来用华语来读一解吼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竭力追求。或是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，我不以自己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是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叫标杆直跑，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。还有几位，还有另外一位是。经节就是哥林多书，以哥林多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七节，只有一节，只有一节，第五章十七节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。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有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它拢变成新的。好，我用翻译读一下哈。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咱来讲读，咱今仔日的经句，今仔经句伫咱的题目面顶有吼，咱先用台语来读一解，无行歹人的路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愚笨人的位，即个人有福气。你所拿你的，就是拿我的路啊！你的善事的，也是你的路啊！咱用台语读一解吼，不从恶